Yes！ 一年一度紐約娛樂盛事2008紐約華裔小姐決賽會喺7月19日晚上，即係星期六晚嘅深夜1點喺金神大賭場宴會廳揭開序幕。嗱，到時候咧，我會同13位風姿卓約嘅佳麗喺台上面使出渾身解數傾力演出，為大家帶嚟一個難忘嘅晚上。記住啦，7月19日約定你啦。